應該是這個 season 的最後一 round 的球，現在我們剛剛就開了球，今天的天色非常之好，現在輪到 Henrik 去打個 approaching， 看看打成怎樣。转个 hip， 落咗嚟就转噶啦。Good， very good， hold 住，啱啦。Very good， whoa。今天打得非常之好啊，那我讲一下今天为什么会打得不好啊。今天最大的改变了就是那个 setup， 那 setup 就起翻高一点，不要坐得那么低，还有那支杆呢揸翻高一点，就不要说那么就是都是那句啦，不要那么速down，那个人呢就转呢就会易转一点，即是在他的form来讲。另外呢就是那个 hip turn 呢他做得非常之好，所以正好的球就很有信心地打出来，就打了过来这里得好，准备打，可以擘大一点点的脚，好了，站高一点，是哦，是不是很 solid 啊，可以啦，挺好啊。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之前的 Par 5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可以拿到 Par 呢？因为呢我刚刚的 momentum 呢即不是很快，即不是很急的呢，那是啊，那就继续努力咯，希望可以继续打多一些 Par 跟着拿着咯。喜不喜欢打 Golf？ 很喜欢，很喜欢。是不是放学爸爸嚟接你，跟住有得打歌，好幸福啊！啱好去啦 ，transfer 多啲力喺前边 ，hit down 佢。几好啊！